台大教授专教授刘芳宇的正方体，调整方体理解，还有前汉传大学毕业的新秀人生产力化柜台。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很大的，就是简单的，现在其实好像也看不到，没有很多的，我就以为喜欢说那个什么定价2800的话，没有很大，然后大概180一点的豆，然后这次是会在就是新社员的高雄家里的首日开始贩售，然后首演日是10月13号，然后10月15号会在全台湾的独立书店还有动漫通路上面上市。那现在9月26号开始呢，就可以在我们店通路可以进行预购。那今天在现场呢，在 CD 哥的摊位上面也可以进行预购。那预购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呢？就是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就是八分哥的书签。对，那就是如果大家上网路看的话，就是他除了这个预购之外，也有在高雄场，就是把这个做成预售。对，那但是有预购，如果然后不然你要去现场，就是你要搭乘手续这样。好，那预购通路的人今天晚上也会公布在前面那个专业上面。那今天先。简单介绍给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做独立发行，所以我们希望也是跟就是台湾的独立的书店还有书店进行合作。那网络通路的话是独特销售，那在双北方面就在高书房、美特，然后姚也会设立了台中的网书，然后阿里美特台中店，那嘉义、台南、高雄的话就分别是一波漫画店，然后在高雄还有月见。好，那再跟大家口述一下，其实我讲很快，我们有点讲了一小时，但是半小时过了，你看好了，好，然后呢，继续说介绍，就是2020的戏剧节，魏武营玩艺节，今天是新社旅，那它是在木文化中心的户外园区，欢迎是10月13、14、15、16。好，然后上两厅院购票系统就可以购票。那这一次的展览期间的特别嘉宾是回声乐团，就是 Apple 的罗唐。然后不好意思，就是没有番外篇。对，没有番外，看片好。那再来就是板桥才有。10月16号演完之后，10月12就紧接着在水源开场，就是上演今年的新制作，就是2020。然后总共有19场公演，那因为之后有非常多的场次跟时间，所以请大家也是上前看一男子的演出专业上面看详细的细节。然后上系统用那个 KKTix 就可以查立位台，就可以查到它相关的资料。好，然后关于立位台2.0呢，今年超展开编辑部也有要做成导漫画。对，那因为今年跟新社员的期间比较不一样的是，就是青岛漫画是跟这部戏的制作同步进行的，所以跟当中有非常多有趣的变化。就是因为去年的剧本是给你写嘛，所以你只要就是做一些好的部分，然后去延伸它前传的故事。但这次呢，就是同步进行，所以我觉得关系会变得非常的密切，越来越密切。对，因为就是很多我们是边写边。我就想说就来啦，就是期待我从头录到尾。好，那这个是带来的设定，然后今年饰演带来蒋德驹。好，然后去年有演就是之前有演那个新社员的珊珊的台湾年轻人饰演林浩。真
哪有炖肉吗？对，我爱吃肉。好，哇，我都可以。再来就是动物园，那动物园是由就之前的我们也是小安的包压，他的角色很有趣，就是对，这角色他就是有一些，就是他有女装的面相，也有男装的面相，就是他很多时候会是一个女装男子的身份，就是扮伪娘去认真这样，然后就觉得，然后伪娘会觉得交给爆料就再适合不过，因为他一定可以很完美的驾驭这个部分，然后他非常的可爱，对，然后所以他就是饰演这个伪娘歌手，就是杜杜鸟这个部分，对，然后他会拿一个麦克风，就是他是一个歌手嘛，所以我们就是编辑一样制作的时候都会称杜杜鸟为就是伪娘歌手。对，然后它里面也有一些呈现一些，有就是那个马丹娜之类的舞蹈，变性乱讲一通，就是一些歌姬他的舞蹈，真的很好笑。好，那是2024首部公布，因为前面三张已经在超展开的，就专业上已经公开了。对，已经是就是数字组织今天首部公开，但是那个2024就是吸引。演出，但是今年时间比较没有像去年时间那么确定。
的时候，但总而言之就是集中在这些角色过去的一些事件上。好，然后担任这次千岛漫画主笔漫画家是 Gray， 然后大家如果要去搜寻 Gray 的一些哪里找到的，然后你要打击到那个大旗或打方棍，就是 Gray 的菜，对，就可以找到他，然后可以看他的一些作品。然后预计会在十一月的时候发行。好，我们讲超快的耶！好哦，太好了，谢谢大家。既然进来了，就逛一下这些摊位，我都还没逛，所以很有意思，这样对。然后十一月记得要来看那个定位看2.0，然后十月还没看的人或是对想再看，就可以推荐你的朋友去高雄看新社友加油。新社友都就是如果在粉丝圈都会在穿友，就是最后入坑机会。就是很多人就是新社员加入嘛，然后洗河道以后都发现啊，原来已经演完了，没办法再看了。他原本都说不会再演了，不会再演了，所以就是他会想入坑也没机会，但现在是入坑的最后机会。对，这因为这次是真的高雄那边邀演，所以他会演的，因为他的在演的成本还蛮高的，所以就是这次真的应该是最后一次。但我也怕讲的太肯定，是不是最后一次？然后骗你们，然后再一直演这样就不得了，这样反正你们就真实把它当最后一次好了，这样。对，现场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问的问题？欢迎现场的庄总。不是我练十个吗？他刚刚讲都大象吗？几乎都大。有吗？有。让我想想。真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在想。没有，我们要就要结束了。好啦，拜拜。好，姐姐要逛街了。不意外，然后我们也来了一个朋友，是阿法，就是。
应该都已经票都已经买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市场如果。